那个就是你拉着就废，就是看看走位。So, the House of Eyes has finally sent someone to kill me. You're welcome to try. The horrors within these halls will make quick work of you. 隐形还可以变形吗？可以啊。我可以，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。他是伪装，他是伪装，应该不可以。你千万别要。对呀、我不开了，我就是要留着下一步。战斧没事，先别拉，这个我开。干啥？待会儿到什么东西啊？一下。你不要拉那边，那边出小雨，你往后面，别拉出圈。震慑波。这波放涨了，你没点冰环，我点了，我刚才冰着了。震慑波，你就是我一二控，你们的控制都留着之后控吧，打到这里血打少点再打，这个只能炸四个，给拉回去一些。注意正脸啊！注意正脸。你踩，别注意别引到了。一个单体打龙，白天你看 这种带小小爪子，就什么什么之爪这个怪的时候，你放大冰环的就厉害。嗯，对，你我一段二段控，你看他快炸了，你放冰环就行，小冰环也行，把他们控在那里。震慑波，他们一起啊，
震慑波。给我先来控了，我控，你先控小小那个小，我说小的，等他们靠近了，放兵了，我应该可以穿地了。这个完了，我放束缚。你小兵好像CD多久？小兵30秒，大兵45秒。就我不能。你会看这个快炸了，你小兵一下，我们都不要打，然后让他炸。兵小兵不、哦，那个我说那个炸的那个，就那个砖雕子。你这个你可以打单体，打那个砖雕着，让它炸，早点炸，不用打幽灵。现在小兵，扭头不要打，小兵，然后让它自己炸，然后打这个。炸这三只是吧？对，这只炸四只。你可以啊，我可以帮你把那个也拉回来，但是得等一会。那他不过来，算了，就这三个。束缚了，你走。啊，我拉错了。你给我干懵了，那我要不要拉回去啊？跟那个四个神母一起，三个神。Yes。单打这个，别站十里，站久了你会变成那个软泥。别问我怎么知道，时长你会变成超级菜。行，我好，我好像要中了。变身了，直播打完我们四个。OK。幸运图坦，
给我那个关注。是不是给冰粉的粉？这波按摩我还蛮好，刚刚干装。吃技能踩，踩，我帮你踩，我帮你踩。下来打，不要站着去。欧曼不要站斜坡的，我是拿过去跟那个一起用炸弹炸，我帮你推过去。别碰那个怪，让他自己跑回来，不然拉到别的。拉到。我那个我冰关 CD。等会儿远处那个被他拉住了。那个小怪过去的时候，要打还是灭？要打还是灭那个？这个灭吧，打不了。嗯，给战斧一下，隐遁。我影盾了，没用。好，跑回来救柴维去。一人跑。哎，柴维跑的，柴维跑的。哎呀，柴维。避过了，大兵。还有就是小怪恐，就他跑过去了。他跑过去了，可能有。我减速给右边了。我减速给右边了，我。他是不会引到怪的，除非那个怪身上有，就是有 dot。这有两个怪，你注意点来着，大哥。你要打几只这个出血啊？是打三只？三只，还打一只？打左边的那一只。这两个炸弹，你注意点，你在楼梯上面。跟你讲，次数。打红叉那个，上吧，怪来。来这边，来我这边。啊，乔姐是不是隐身药水没了？炸弹来了，炸弹来了。这边隐身跳过去。走开。隐身跳过去。I will dissect you myself!
是啊，别近战就死吧，别拉我们。我死了。啊、玉毒群活吧，群活吧，你们两个先死。嗯，我先死。那个我不能跳。漂浮术，隐身药水，飞吻，飘吻。就是你这是要怎么拉？你拉左边的，你把左边拉过来，我帮你点关。你拉右边那个，你帮他冰环，我帮你拉下一个。你给走开了，放了束缚。这个先倒，那大怪你可以拉过来，现在过去了，不然一会走得有点慢，记得打断，我过去帮你打。交底。你扛一扛，我帮你了。啊，那两个还没活，先打。我拿下一个了，打完了，超级，哎，百分比不够，路达呢？那炸上面那个没办法炸，推不上。哦，这是另一个路线，不是之前的。我把拉起来了。跳过去。就这样排成一条线，是打不着。哎，奇了，不怪，本来还能打个傲慢，炸一下。还是 P2 这个 P2 一个山姆我来看一会 P2 给我给系统现在用我先把山姆空了再看准备。
注意脚下。这个我控不了，你们是 M 谁给控？准备。拉出去控掉，打炸弹。注意脚下。打炸弹。我只能一直控，第一个是 M， 第二个招板就先把 boss 跟 M 拉远点，先交个群差，再交个恐惧，然后再跑的。That is the plague's true power. It lingers, festers, destroys everything it touches, even the victor.等一下技能，等一下我爆发一关，八秒，别，先别，等一下，柴姐那个给我关注，好，我去。你那个幽灵视觉把那个经过用了，先打幽灵，上我断了，别管，别断，别断。打不到你那边，卡视角。嗯，站着上打吧，没招了，这有蜘蛛在下面。这个别打断，让他堵住。没伤害，他读这个币的时候，我陷阱来破，不要打断蜘蛛的那个路条。读了吗？再退一下，退一下。好呀，现在这小蜘蛛一定要给一个龙息。你龙息留着，这个盾我来破。现在破了。你想要我容器断哪一个技能啊？就是地上那个小蜘蛛。就小蜘蛛，如果出小蜘蛛，你小蜘蛛啊，肯定小蜘蛛啊。你垫一下。你死哪去了？我小蜘蛛只能恐惧一下，你得容器的第二下。或者你龙息钻探底一下，不是他啊！别拉那个招板，你不用管他，已经不近战了。现在打 boss 的时候再打。他不是有一个毒盾吗？毒盾那个蜘蛛同时会毒条，我来破盾，你不用管。
就这个条比较短，让它读出来，这样出小蜘蛛的概率就不高了。这个手很烦呢。那个不用管，不近战，打的时候我会先去边。去兵，你拉 boss， 拉 boss。You will not stop me。关注给我。My blade will rend your flesh。I will slay you where you stand。Your demise comes from the shadows。又是我，你们看到冰块没的跟我说一下，冰在十秒的时候跟我说一下。目标是你。我照不了那个，这个一般我们破四法师过去奥爆开，把小怪都引出来。目标是你。十秒，那个小怪还有十秒，过了。出来了，小怪那边。还有一个目标是你。打完别追。别断。别断了，先打完这个。这有什么断就用，直到他一直打毒条，禁锢也可以。哇，这群拉出来，不要过去，群拉出来。我在那个晕了呢。我断一下，不要过去。把它传到过去，打完看能不能上坐骑，可以就没问题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前面两个，这个隐身过去，或者能跳的跳过去，先打后面。这个有那个
有崩裂，不能一起的。就把这边打完，我那边只是掀开。有点缺，我 P 一技能好不了。第二次去，你们两个看一个，第二我来看。给我，第二我看。小怪出了不用管，优先打 boss， 早点打下去。你应该早点下去，就不用再这么惨。我四场。可能要没第三，你们两个试选开也差不多。帝国有大技能吗？留我回合。我哥好了，注意脚下，两个大厅。